好，在这一边它是 Shaded Region by 这个 curve 1到 K，然后它转360度 about axis volume 是18派，所以我的这个 volume 是18派的时候，我 integrate 1到 K，然后 dx 里面是派 y square 等于18派。然后我的 y square 其实是 square root 2x 加1的 square，所以它变成 2x 加1，所以 integrate 1到 k，2x 加1 dx 等于18，我左边的派跟右边的派 cancel，所以它变成 2x square 2加 x 从1到 k 等于18。所以它变成了二，这个二给元，所以它变成 k square 加 k 减 e square 加 e 等于18。So k square 加 k 减二减18等于零，k square 加 k 减20等于零，五四二十。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等于零 k。四五二十加五减四，OK 减四等于零，K 等于四，K 加五等于零，K 等于减五，rejected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 x 大过一，我的 k 会大过一。好，就是这样。So K 等于四的时候，我们检查答案。怎样检查答案呢？我就 integrate pi。然后括弧 2x 加一从一到四，18派，对，所以它答案是18派，对，这样子正确的。